好啦，咁呢一節咧，我係會講下我啲產品嘅，大家估都估唔到，屌你啊！點解咧？第六節我哋明顯係啲人會少好撚多嘅，啊，咁實在係太過唔 fair 啦！即係有啲人咧，因為可能佢會聽翻重温啦，啊，因為我哋睇翻第六節嗰個重温嗰個數咧，都唔會特別少嘅，有陣時睇個題目嘅啫，啊，咁但係咧，為咗公平起見咧，我就將今日嘅第六節就搬上第四節，咁啊回應幾樣嘢。第一，我雖然琴日講個 BNO 日子，但係我唔知道大家聽得唔清楚定點。千祈唔好 WhatsApp 我報名。雖然如果我哋公布我哋會同人再做 BNO 嘅時候咧，你都係要 WhatsApp 我669824，但係唔係而家。OK， 我亦都唔會喺平時日子咁樣去同你哋處理嘅，因為平時我哋唔得閒。BNO 攞嚟做咩啊？攞嚟做乜都好啦，攞咗先講啦。咁撚命。OK， 屌你只要係成為我哋啤哩晚報嘅會員，只要你曾經攞過 BNO。唔好再問我，我唔見咗啊！我冇做十幾年，唔好問啲咁低智嘅問題。OK， 同埋記住，尤其是嗰幾個點解會俾我 block 咗嘅，講兩句説話就或者我唔應佢咧。其實好簡單啫，因為我希望你介紹自己，特別係攞 BNO 嘅人啊，因為尤其是林康自己知道流程啦。我哋有你個名字就容易對好多，容易申請好多。如果唔係日後揾翻你，譬如你叫鐘小文，所有文件係鐘小文。但我有記錄，你就 Karen 鐘 ，Karen 鐘。咁我係咪我真係記得曬咁多個人就好啫？如果唔記得嘅，揾嚟揾去邊撚個鐘小雲啊？原來就係第一個 Karen 鐘，幾撚唔方便。OK， 好啦，咁啊呢個第一啦 ，BNO 日大約啦十一月中啊，冇咁快嘅，即係而家都係十月頭啫，十一月中我哋先會舉行嘅。十月廿七號啊，啲人係咁問，喂，我廿七號唔得閒，唔緊要，十一月頭我都有講座嘅，就係關於呢個馬來西亞 MMEH 同埋。置業的展銷會 ，OK， 亞益軒 ，OK， 仲會送你好多，今次好多優惠，而且呢個真係一個好盤。咁啊，或者我喺當日啦，廿七號為咗能夠你哋心中釋疑啊，我可能會喺當日，即係我再諗下啦，籌辦一個極短途嘅買家睇樓團。當你決定咗啊，我要買嘅時候咧，帶你去睇三日兩夜咯，帶你食下啲好嘢啦，咁樣啦都可以嘅。OK， 馬來西亞當然係合適。香港人生活的其中最合適的地方我很 confuse， 我真的很 confuse。在我哋搞馬來西亞唔係好耐之後，甚至乎我去馬來西亞有一次，我同阿老蕭撞到添，都係一齊 check in 去檳城啊嘛。係嗰陣時我就話馬來西亞食 good， 因為而家同阿蕭生，你同阿蘇豪聯絡，知啦，蘇豪啦，欣生係啊，同阿欣生，因為而家同阿欣生一齊搞呢個啊台灣移民，佢就話決定台灣，因為台灣 is good。但馬來西亞始終都有啲排華，排華同埋之前嗰個話反送中嘅人就唔俾去。Okay， 信個 fake news， 而佢嗱送個 fake news 算啦。馬來西亞有冇排華？李蕭山冇理由唔知㗎。好啦，但係琴日我聽見，因為有人話喂佢提咗我，咁我專注聽翻四五段，屌佢提咗我一個字就係 baby 媽。係，但係跟住我要聽四五段，聽曬佢啲嘢。咁佢但係佢又講啊，即係趙善軒又會帶大家去檳城啦，三文兩嘢。咁又變翻馬來西亞又係 good 喎。係，哇！我好撚亂啊。Okay， 但係我哋唔使聽蕭生講。咁佢提你名做咩啊？閒話啦嗰啲。OK， 我淨係想講一樣嘢，就係馬來西亞當然係好啦。喺香港未有移民潮之前，我就已經係辦咗我自己 MMH。點解咧？因為我 forecast 到，我睇到今日。因為亦都另外一個情形就係，我希望退休有一個好品質啲嘅生活。我係唔知道馬來西亞會有政黨輪替㗎。會成功的喺嗰陣時，我已經諗住去到越洋咪忍氣吞聲咯。而家我唔撚驚啦，你搞網禁啦，屌你老母！我就喺馬拉開咪啊，喺我間四千尺大宅度，屌你老母個花園度，今日又係啤你晚報啦，屌你老母！因為我而家搬咗嚟吉隆坡，我除咗講香港之外，我絕對唔好似 Q 仔咁樣，屌你話我外地就唔講香港嘅嘢，香港嘅嘢我又講，馬拉嘅嘢我都講，屌你老母閪乜撚嘢啊！我咪拍條撚啊！自由民主嘅國家，屌你咪就係有呢個好處咯。屌你老母係無畏懼嘅。馬來西亞好處實在太多，最重要我中意馬來西亞同台灣我兩者之間搞揀啊，就係因為咧馬來西亞講廣東話，呢個都唔係最大嘅問題，就係因為佢個經濟都雖然係差，但係尚有活力，好多發展機會。而台灣對我嚟講就比較死水一潭啊。OK， 我唔排除我都會唔係搞啊，搞我冇乜興趣搞噶，我都會。攞埋個中華民國護照，我唔排除噶。OK， 但係馬來西亞最吸引之處就係門檻極低啦嘛，佢甚至乎比台灣仲低，因為佢連你移民監而台灣都要一年坐足十一個月啊，大佬。
仲有啊，你記住喎，譬如你三仔乸啦，譬如你有老婆有仔啦，你去完坐十一個月，你攞身份證唔代表你老婆有仔都係喎，你老婆有仔都係要坐十一個月嘅喎。嗯 ，OK 呢樣嘢，咁咁你宜得民就預咗啦。啊，理論上係，但如果係諗住買保險嘅朋友，香港仲有份工係揾緊錢嘅話，有啲生意做緊嘅，未必可以咁奢侈俾到一年嘅喎。嗯。呢、這個就係馬來西亞嘅好處啦 ，OK？ 咁事實上咧，馬來西亞咧 MMEH 咧，咁我係真係覺得咧，你無論係乜嘢情況底下，你都要搞。十一月廿二號機動營，對唔住，我仲未 check 清楚邊間酒樓，但係廿二號呢個日子就似乎唔會改啦 ，OK？ 好啦，咁跟住我要講下啦，我希望大家咧聽清楚，而家我手頭上冇錯呢兩個黑色嘅嘢。就是我哋天下無敵嘅 Speak TV， 我事實上今日我而家前面全部都係貨，但係大家聽清楚，唔好諗住嚟買，因為咧我頭先約略因過咧呢一扎貨都未夠派俾我而家嘅 list 入邊。究竟乜嘢係 Speak TV？ 我唔用電視盒呢個 concept， 我同大家講 Speak TV 簡單，佢就係一部電腦。咩話？咁撚細部就係電腦，無論在呢個黃色嘅就係電腦。呢個就是一部可以用電腦，可以睇戲，可以睇波，可以睇曬網上世界任何嘢。有啲人話：屌你話孫子偉大，不如話高田偉大。琴日有個朋友咁講，你實在太錯啦。Cody 唔可以 bot 埋啲廣告，唔可以揾埋條 link， 唔可以會自動更新。我哋自動更新，保證你永遠都唔會有死 link。嗯，或者個死 link 會好快 fix， 應該咁講啦。佢有埋遊戲機，淨係月光寶盒都起碼賣八七八嚿水而家出邊，有埋月光寶盒同埋其他另外成萬隻 game， 有埋鹹濕台，只係這麼少就啲呢個 Street TV。OK， 咁賣幾多錢咧？記住，我而家有個新價錢，連埋遊戲嘅，連埋月光寶盒嘅，有埋手掣喺度，1388，冇手掣嘅無線手掣嚇。嗯。即係冇手掣版、冇遊戲版，我而家冇乜人買嘅。1088、1388遲啲會加價嚇。OK， 至於之前買咗有手掣版，未抄嗰、那個月光寶盒落去嘅朋友，放心，等我攞咗個 soft copy 翻嚟嘅時候，即係我去完馬拉翻嚟啦，我會擺隻手指喺公司度嘅。你 anytime 帶你張卡或者你嘅手指嚟抄翻搞掂咯，抄過啫嘛。好啦。一套咁樣一 set 兩件，嗱、這、呢個係有埋個遊戲㗎嚇。係啊，屌你老，再加埋你一副，屌你個價值15蚊喺戲院賣要15蚊啊！嘅3D 眼鏡，我嚟做乜撚嘢？睇3D 戲咯，特別係3D 嘅鹹味。屌你，俾曬你1388，海外嘅朋友上我網頁度買，嗰、那個價錢貴少少，因為係包埋郵費嘅。香港嘅朋友你就冇理由喺我哋個網頁買啦。但係好多咁撚柒喎。唔知係咪驚我屌喎？屌你無論都要俾一兩嚿水俾我把撚啊！我唔會多撚借你，我少你笨柒咋？屌你！你可以 WhatsApp 我，咁我俾個户口你入咗錢，咁我叫你上嚟攞咯。你驚見到我哋嘅，你可以俾個，你都可以 WhatsApp 我。喂，我收你30蚊郵費好未啊？50蚊郵費好未啊？你唔使俾嚿幾兩嚿啊嘛？你香港本土 OK， 香港嘅朋友就唔使上 PayPal 買噶啦，即係放海外嘅朋友嘅，因為海外郵費又貴啲咧。呢一套嘢都要幾百幾蚊，基本上都 OK。呢一個產品大家一定要留意啊！喺呢個禮拜六日 OK， 無論環境點差，氹下自己開心，買一部 Sony TV 好啦。跟住咁都未夠勁，當然啦，我一定要介紹嘅就係、是、我好耐冇拎出嚟，而家又再拎出嚟，因為越嚟越多人買過我哋呢、這個。安宮牛王和清心丸之後咧，越嚟越多 feedback 就關於呢個清心丸。牛王丸我唔講啦，香港每6個人一個中風，呢個防中風、醫中風都 OK 嘅。原來呢個清心丸咧，除咗咩我上次咪話感冒嗰啲咪食得咧，係啊，原來血壓高，跳得好急，一食，屌你老母就降血壓喎！今日有人同我講，嗯，即係連血壓丸都唔使食，講到咁神奇啦！我唔知啊，佢同我講嘅咋。今天上嚟買那個女仔，你聽見啦，阿叻，嗰個何小姐何曉瑩啊，我都唔記得。咁我覺得呢一套嘢咧，嗱大陸買就全部假貨嚟嘅。我咁去買咁多，大家就知道呢套堅過馬騮鏈。安宮牛王丸1200蚊 ，OK， 放心，呢個係盒 ，OK。但你買到嚟嘅就唔會係空盒啦，入邊有貨嘅，你上到嚟買就。咁呢個當然啦，夠堅啦，未夠。喺我面前嘅呢個就係、是、你大家好多人都未見過。但每日都喺度問我嘅護骨酒，佢有幾堅我唔撚講。你淨係話我哋自從搞清楚護骨酒個貨來源之後咧，
我哋嘅單係完全未停過，無論你嚟幾多係都賣曬嘅。呀，咁細支，蛇口壽啲一支500蚊，一啲都唔平嘅，我都覺得貴嘅。但係佢真係功效奇佳，我唔好講條賓州先，即係唔好講阿俊仔啦。係啊，佢上次飲完一杯就點樣啊？先打四次飛機，三次飛機，再叫一次雞，叫完雞再打兩次飛機先瞓得著。飲，因為後生仔血氣方剛，25歲仔。OK， 飲咗護骨酒，無論端端。係。屌你老母，結果又出7次嘢。係黐撚線。先瞓得到。係。但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is， 我哋係講緊佢固本培元、行氣活血嗰個奇效。啊！佢嘅 friend 3個月唔搏嘢，飲完酒即刻搏嘢點？點解佢 friend 3個月唔搏嘢？無端端。話唔掂喎，嗰條嘢。OK， 嗱，大家記住 ，again， 呢個唔係春藥。OK， 呢個係護骨酒。你筋骨酸軟，我相信大家都有啲嘅啦。嗱，暫時我哋個案除咗骨科同埋一個朋友咧，其實我又冇心機同佢講嘅，我冇心機教佢啫。佢一飲話三日冇料，我又係咁唔好撚飲啊。嗯。因為我啲性格嘅，其實咧翻去每晚我全部人都咁講嘅，飲一小杯，飲3日，睇個效果先。冇效果就要加份量啊。嗯。因為任何筋骨佢都係掂嘅 ，OK？ 咁而家有冇貨咧？而家有 D 貨嘅，但係我都係勸你哋 WhatsApp 我66982429入咗錢 ，make sure 有貨你上嚟買，因為實在太快啦。上個禮拜上嚟嘅朋友見到屌你成棟邊度買得到啊？咁我哋咪做翻個箱咯。嗯，幾多係咪算咗幾多難啫？咁呢個都未夠見。呢一排我哋嘅大熱產品當然就係呢個 EA Mask 啦。呢個 EA Mask 其實我哋買好耐噶啦，我不嬲都戴開嘅。59蚊，係有咩作用啊？佢戴咗之後，如果你有氣管敏感，你有鼻敏感，你有花粉症，基本上就係不藥而癒。嗯 ，OK， 而且佢仲可以因為殺菌啊，可以辟體味。係啊，真係辟嘅喎。係啊，殺菌喎，連噏味都冇埋喎，可以辟體味，可以辟埋嗰就老人除啊！我暫時未有老人除啊。嗯 ，OK， 遲啲有老人除都唔使驚啦。以後戴個 A mask。係啊，咁就已經我哋不嬲啦，好好賣。但係今次呢個新包裝咧，勁啦，因為入邊仲加埋一支嗱。今次我開埋俾大家睇，我呢個真係呢個你變咗冇人買啦，唔緊要啦。我為咗即係實在，其實呢幾日咧，我哋已經賣到咧，你係唔能夠相信。我阿 Dan 即係我哋嘅代理啦，我唔響開個名啦。我啱啱同佢訂咗900個啊，但係我諗全香港，我諗。冇人會買得有我哋咁快咁多啊！無論係訂貨定係上嚟買啊、OK， 但我真係唔係好捨得拆爛個包裝啊！佢入邊咧，除咗呢一個，嗱大家聽清楚，今日我有好嘢俾大家。除咗呢一個 EA mask 咧，即係以前個包裝冇咁靚啊，冇咁堅嘅嚇，我要好小心啊！嗱，大家睇清楚包裝。除咗 EA mask 之外咧，咦隔離有支藍色嘢嘅喎，嗱大家睇唔睇先啊？有支藍色嘢都好撚大啦，係啊，嗱拎個支藍色嘢出嚟，都咁撚大支嘅。呢一支噴霧勁啦，個名字我上次介紹過。呢一支叫做生物離子水噴霧。嗯、生物離子水噴霧個名字已經勁嘅啦，佢上面仲有隻熊本熊係拉神咗嘅。嗯、所以呢支嘢嘅全名叫熊本熊生物離子水噴霧。呢個生物離子水噴霧勁啊！第一，佢一個酸性嘅噴霧，而且係日本製食物嘅添加劑嚟嘅。於是乎，你係可以噴落口度，而佢最大嘅作用咧就係、是。噴落個口度，直接快速消除口臭。口臭係咩原因啊？因為係可能係腸胃，可能係口腔細菌。嗯，一噴到落去，哦！以前周潤發啊，劉德華就拍接吻戲嘛，嗰時要教你啊，係啊，其實冇撚用嘅。如果嗰陣時冇，可惜啦。而家唔同啦，揾我阿發哥 call 我華哥，買一支熊本熊生物離子。水噴霧，哇！水噴劑啊，我都真係講啦，講撚錯 ，OK， 噴一噴搞掂，仲可以點樣呢？用嚟清潔飲食餐具，例如筷子碗，比用熱水清洗更加衞生乾淨。即係話你喺街食嘢，啲茶餐廳啊，屌你老母，你唔知做咩香港人咧，係要揾咧茶廳聽個杯個杯水都唔知乾唔乾淨啊，浸下去都感覺上好啲，使乜咁麻煩啫？話撚先未洗過啦。噴兩嘢揾紙巾一抹，因為佢可以食得口啊嘛，係乾撚淨曬，消曬毒，屌你老母係。真係個屎坑攞嚟裝，揾個痰盤嚟裝飯食，你都覺得冇問題啊！噴咗佢就，因為消曬毒啊嘛。OK， 好啦，瞬間除味殺菌，適合女士喺公共洗手間使用。咁女士又明白，我都唔知點解，唔知係咪噴一噴個廁板啊之類咁嗰啲啦。係啊，係啦。OK， 可以殺滅大部分嘅常見細菌、分菌同埋病毒99.9%，喺日本係超過一
萬份的實驗報告是 99.9% 都殺到、而且可以沒有酒精直接噴落皮膚上，噴了之後有連續七天，譬如個碗連續七天有殺菌威力，個碗噴了下去、洗完一碗它還附了上去，它連續七天都有殺菌，那麼厲害、噴在眼鏡、手機、平板電腦、隨靜電的，咁仲有隨靜電的效果，同埋連續七日的殺菌威力。咁我講過啦，上次即係連眼鏡啊、手機啊噴咗落去，隨靜電、又殺菌。喂，電話都好撚污糟嘅喎，講清楚。因為使乜你話咁聽啊？又揾手指篤啊？如果有啲宅男，甚至乎我嚟打飛機啊咁嗰啲石啊咁樣，咁就污糟咯。噴一噴佢，搞撚掂。好啦，消除煙味，咁好緊要啦。係嘛？譬如你打完麻雀。怕老婆聞到都陣味，咪噴噴頭髮，噴噴我咩咯嚇？可以噴喺寵物身體上面消除味道，啲狗好撚臭啊！咁當然啦，如果你用呢個情況嘅，咁林鄭月娥都要買啦，佢個臭閪，佢要噴下自己個閪，個閪都冇咁臭啦，係嘛？因為消毒啊嘛，99.9%啊嘛，你林鄭月娥個閪，就算有曬細菌啊、分菌啊，唔緊要，甚至乎佢係腐爛嘅食物都唔緊要。屌你老噴一噴佢簡單啲，所以林鄭月娥係咪要送一打俾佢咧？諗一諗啊，係啊 ，OK， 好啦。所有的空間消毒除臭，例如卡拉 OK 的咪啦、小孩子的書包啦、筆盒等等，都可以有作用嘅。問題咁細支，你用唔到咁多嘢啦。OK， 咁有效期嗱，呢支嘢嘅有效期係兩年，咁但我絕對唔可能覺得你用得兩年啦，我唔捨得噴添啊。OK， 好啦，今次我呢個包裝，大家聽清楚，咁樣一個 EA mask 我哋平時賣59啊嘛。OK。而家咁樣嘅包裝，我哋賣79，係咪即刻呢支嘢20蚊啊？但呢支嘢獨立賣其實39蚊嘅。啤你哥而家有 offer 啦，之前買嗰啲朋友唔好炸型，唔好等問實，你可以再買多啲，一樣享受到呢個 offer。大家諗都諗唔到我呢個 offer 嘅偉大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呢個真係今次做 promotion， 即係叫做為 e-mask 啊，為我自己一啲好嘅產品咧，我要為你做 promotion。OK， 收幾錢啊？一個張59啦。而家79呢支筆本來39，我已經平咗19蚊，唔能夠咁樣。我再加多個張嚇，即係兩個張孖張99。哇，咁撚抵！我平時一個大家買個只一個就59啊嘛，係咯，兩個係咪108啊？我加兩個再加一支39嘅筆，就係賣99。屌你老母閪，呢個叫投降價，佢講我希望大家多啲用佢。只限幾多個啊？冇話只限嘅，我碰送曬咪冇咯，冇通知大家咯，冇咯。OK， 咁總言之，喂，我而家個氣勢弱緊。太抵啊！屌，喂，阿力啊，同我拎咗上嚟，我氣勢弱緊，我冇呢個嘢喺度拍。你諗下，一個59，兩個一應該係118添啊，唔係108，118加39，118加39即係157，唔撚收你157啊！Just like it like 99蚊係咁撚樣。哇！屌你呢個可以用兩個月。嗰支筆可以用兩年，如果你即係一滴一滴咁用嘅話。係。OK， 屌你點可以唔買咧？試下呢啲產品，特別喺外國嘅朋友。嗱，有啲朋友咧之前買過好多外國嘅朋友。咁以前咧，我唔知道你究竟有冇用啊？好簡單用法嘅啫，唔好鹽肉酸。你如果唔係，可以反轉喺入邊都得嘅，甚至乎擺個呢度都得嘅，因為一米內啊，那個 diameter 嗰個直徑啊，一米內，其實你擺個肚，但係你冇理由擺個肚啊，我覺得，你話一隻個皮帶咁樣樣 ，EMS 超人唔諗通，係啊，咁你咧都得㗎，其實用足一個月一號用嘅，下個月換一個，搞掂啦。我陣間帶 EMS 去採訪嘅時候，梗係啦，佢出雷彈，梗係啦，因為我成日驚走嗰時會跌啊。唔係，但係係咪可以擋催淚？我就未必知，但係。都空氣中的細菌都殺咗99%啦！試下試下先，試下先，咁就唔使戴口罩試下。所以呢一個咧，大家係一定要買嘅，嗱嗱聲 ，OK， 99蚊咁樣套裝嚇，多謝。